尝尝看够不够入味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电饭煲入味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我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最开心的事就是有吃不完的饭和聊不完的天。调料都打在屏幕上了，记得要做好笔记。再来两瓶啤酒，这样肉质会变得更嫩。方便快捷入口即化的电饭煲卤味就做好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